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Victor， 带你一起发掘新山让人心动的新房子哈。所以我还记得前几期为大家介绍了一款 Horizon Hill 的三层楼半独立，所以我记得那时候大家看的那款都觉得哇好美呀、啊。可是有些人就觉得哎三层很像有点太大。那么我就听了他们的建议之后呢，我今天就带你们回到了 Horizon Hill， 但是这次我介绍一款双层的半独立 ，Steady Bomb BB， 一起进来看吧。OK， 今天呢要介绍的就是这一款啦，双层的半独立啦哈。所以它的土地面积呢是40×80，建筑面积一共是3248平方尺哈。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车房。所以你看它车房哦是非常的宽敞哈，所以这里可以让你足够停放三辆车不是问题。除此之外呢，它这里的天花也是非常高哈，足足有大概12尺的高度哈。所以因为它是半独立嘛，对吗？所以旁边都会有至少10尺的空地，还有后面也是会有10尺的空地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它这里的空地。所以这个空地呢，你就可以拿来打造成你的一个小小的花园啊，又或者是你可以让你的小朋友在这里奔跑啊，做做运动啊，或者这里也可以是你养养宠物的地方。OK， 除此之外呢，这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平台哈、哦，说这个原装这个平台本来就已经是有的哈、哦，说这里就可以适合你下午茶的地方。OK， 所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外观啊，所以你外观这边看到这么多玻璃啊，就可想而知它的采光一定非常的好。那么现在就进去看一下吧。哒哒 ，OK， 一进门是不是感觉非常的宽敞呢？因为这里它采用的是一种 open concept 哈、哦，所以一进门从客厅、饭厅一直到后面的干厨房都是一览无遗的。好，所以它空间感是非常的十足啊。连因为它是双半独立嘛，对吗？所以它旁边的采光都是非常好的啦。所以这里它都给你非常大幅的窗口，然后中间采用的呢就是落地窗的 sliding door， 所以那边你可以直接通去后面啦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里，这里呢原装呢它其实是一间客房哦，所以它这款的设计比较特别，它一进门前面呢这里就有一个客房啊，所以这个客房是非常适合我们的爸爸妈妈住啦，就非常的方便。OK， 但是这里呢因为这个是示范屋，所以它把它打造成一个小客厅。好，所以打造成小客厅也是一种非常创意的设计。所以如果你买下这里过后呢，你不需要这个客房的话，你就可以把它打造成这样的一个小客厅的空间啦。然后这里就是这个客房的一个厕所。OK， 所以也是非常的方便啦。哦，墙砖都是上到顶的。所以如果你把它打造成小客厅的话，那么如果你邀请你的朋友来你的家的话，他们就可以在前面用这个厕所，好，不需要走到后面去。OK， 所以我们看除了客厅以外，这个地方非常的宽敞哦，它就留给你一个这样的走道，好，这边就可以直接通到你旁边的花园。然后这里呢就是我们的饭厅啦。好，所以我个人非常喜欢的这里的设计呢，就是因为它这边干厨房的空间真的是非常的大哦，你看这个空间非常的宽敞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在这里呢做你的一些烤面包啊，还是做寿司啊，都是非常有空间的哦。然后这里的墙砖当然也是上到完啦，因为这边是厨房。后面这里呢也是给你一个非常大幅的这个 sliding door， 也是可以直接通到你后面的花园哦。所以因为是半独立嘛，所以你后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花园啦，所以你可以在这边溜溜狗啊，或者是晒衣服啊都是非常的方便啦。除了干厨房以外呢，现在我们就去看它的湿厨房。好，所以这扇门过后呢就是我们的湿厨房。所以你看这个湿厨房呢，这个 L shape 也是非常的宽敞哦，非常宽敞。所以如果你一直在烦恼哦，家里厨房不够大的时候，那么如果你买这一款的话，就一点问题都没有哈。好、哦，湿厨房这里呢就有一个女佣房，又或者是你可以把它做成一个你的储物室啦。好、哦，储物室的隔壁就是我们的厕所啦。好、哦，这个就是楼下的另外一间厕所。所以在我们上楼之前呢，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里的地砖。它地砖都是采用非常大幅的地砖啦，所以也显得非常的时尚大气啦。上楼之前呢，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楼梯的扶手啊，这个的强化后玻璃呢，还有这个扶手，这些都是原装的哦。然后从这里开始呢，它采用的都是实心木的地板。OK， 所以我们现在上到了二楼。所以上到二楼呢，这里就是一个很宽敞的中厅的部分啦。然后因为是 semi D 嘛，当然这样的采光也是有的啦，好，所以采光也是非常的足的，所以在这个中厅这边啊，下下棋啊，看看书啊，都是非常舒服的。后面这里呢，啊，就有另外一个客房 ，OK， 所以你看这个客房摆上一个双人床之后呢，摆上一个书桌，还有衣柜，空间还是非常的宽敞啦，哦，可想而知这边的空间真的是非常的大哈。
然后当然楼上的每一间房间都是有自己的厕所的，好，所以这个就是他的私人厕所。OK， 所以这一款呢，总共呢是有四加一个房间，然后有五间厕所。那我们就看另外一间房间，好，所以这房间呢，相比刚那间呢，就稍微会比较大一点啦。好，所以空间也是非常的宽敞，后面也是有窗口提供你足够的采光，当然也是有自己的厕所啦。OK， 最后我们就去看啊、这一款我最喜欢的地方就是它的主卧。哒哒，所以你看主卧，哇，高挑天花设计，非常的棒哦。除此之外呢，你看它的空间也是非常的大哈、哦。所以你看它摆放了一个 Super King Size Bed 之后，还有非常大的空间，采光也是非常的十足。除了前面的采光，旁边的采光一点都不马虎哈、哦。因为你看那边，这边的空间也是非常的宽敞，甚至可以让你摆上一个天王级按摩椅哈、哦。OK， 所以这个主卧呢，最让我兴奋的两个地方是什么呢？我先带你们看第一个。第一个呢，就是这个。哇，你看非常大的 walk-in wardrobe， 对不对？所以如果你要问我 Victor 这一款的缺点是什么，我觉得它有一个缺点，那就是如果呢平时呢你化妆只需要一个小时的话，如果你把它设计成这样子，可能你每天的化妆需要两个小时，因为你会很享受这样的空间啊。接下来就是我们主人房的厕所哈、哦，所以你看它这里也是给你两个洗手盆，然后另外哦，你看它的浴室非常的大，真的非常的大。好，它除了有浴缸之外，你看它这里这个冲凉的地方，基本上可以怎么样？是同时可以三个人一起冲凉啊，所以你要三个人一起冲凉是没有问题的，当然可能不需要了哈、哦。不过你看它空间真的是非常大哈、哦，在这边鸳鸯戏水不是问题哈、哦，甚至要放多一个浴缸都不是问题。OK， 所以你看，做它主人房真的是非常夸张。OK， 所以除了非常大的 walk-in wardrobe， 非常大的浴室之外呢，还有一个东西非常大，就是它的天台，它的阳台也是非常的大哈、哦。给大家看一下这边的阳台，哇，你看阳台是不是非常的大 ？OK， 所以相信大家都知道哈、哦，在新山无人不晓的 Horizon Hill， 为什么这里呢是那么多富豪都热爱的地方呢？就是因为这里的环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优美，环境优美以外呢，这里的保安也是非常的严密，而且这里呢都是非常低密度的哈、哦。所以如果傍晚啊或者清晨的时候啊，出来跑跑步啊、散散步啊、遛遛狗啊、做做运动啊，甚至去到他们的 clubhouse 享用那边的设施，打高尔夫球啊，都是人生的一大享受哦。除此之外呢，这里的屋子的格局设计一点也不马虎啊，所以住到这里呢，真的是非常非常享受的哈、哦。所以如果你在 Horizon Hill 想要找一款双层楼的半独立的话呢，那么这一款呢就非常非常推荐哈、哦。OK， 把这个视频看到最后，朋友记得帮我 like、comment and share。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呢，请记得马上订阅我的频道。OK， 我是 Victor， 我会继续为你们带来更多的好房子的介绍。就是这样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见。